跑步到淡水，又碰到了捷运，正要出发，感谢主。大稻埕终于到喽！大稻埕到喽！今年就今年爬可以，大稻埕到了。来来跑，跑起来！关渡第一份早餐，不辛苦不？不辛苦不？30公里才吃早餐。好，30公里吃早餐。终于到关渡了，到关渡了。胜利在哇，剩最后一段，千山万水转过来哦，跑到淡水来，淡水捷运站啊，终于跑到了淡水捷运站，好，好。